你台湾啊，每个地方说话的特色，来台中人，台中人腔算重的呢。真的假的？对，真的假的？台北人就讲真的吗？然后台中就真的假的？的还要有点重，有点真的假的？这是台中人。对，真的假的？阿拉台北人是真的吗？真的吗？是哦，是哦，哎，哦，尾音爱加上。哟，呢呢呢，就老呢，就厉害呢，还有那个 feel， 就跳的呢，啊这个嘞，过这个嘞，对，哈，你讲啥？哈，是哦，真的假的？就是都会有这种，哦，好，宜兰人说话的时候会有特殊的语助词，哦，进和假，进和假，进水。进水，对，好啊，进高水，加杯，会浓，加加卡，水水对对软软，对，这个他们有一个对这个尾音，对不对啊？宜兰人哈，所以你只要这样听你就知道了。台南人，哎，少年，台南的，你住倒位呢？啊，你嘿，还是讲嘿，还是讲要去倒位的？打很多打，嘿，对，你要去倒位打，嘿，还是什么呢？哦，你要去对一打，要来小姐也打，可以这样接吗？哦，你很多，对，就是尾音拢加一个你，对，哦，哎，要去倒位你，还是你是什么人你？安尼哦，我是捌听人讲，你要去倒位的。累比较少，累比较少吗？哦，还是累是高雄也没有哈，没有啊，不会。其实台南跟高雄很近，高雄有时候说，你想，哎，阿伯，你们蛋姐要吃啥呢？哎，对啊，阿鸟尾，哎，阿鸟尾是哪里啊？台南还是高雄？不晓得，我觉得产地应该是你们，赶快撇清他，他们只是就有一点学习的精神。因为很多高雄，阿鸟尾你哪样你讲？真的高雄是从台南过去的啦。哦，诶，这个是台南人哈，来高雄人开头要用啊，结束用你。我阿伯无啊，阿伯去无啊，阿伯去无啊，阿伯去无。系啊。哦，对啊。你在倒位？啊，你咧？不太会用你诶，但是会用啊，很会啊。对，会啊。阿伯无啦。我是以前有那个住高雄。啊，你来姐姐。系啊。啊，姐姐是要体力好好呢。阿妹妹无啦，阿妹妹无，就会用这个开头，但没像用你啊，你还是他们的特长。对，你我在此非常推崇台南人。应该是高雄跟台南交界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好像茄定还是安定那个地方，他们的口音就是后面一定有个你或有个打。然后我们很多住台南市，我们也不会用什么你。用什么？哎，你看你这样是歧视哦，你这样是歧视。听他们讲话，我们也知道说，哦，那他可能是从茄定啊，或是从安定那边来的。因为你要加那个你，通常都是在疑问的时候，或者是说骂人的时候。骂人边啦，就像啊，我等下你去倒位呢？我今麦你无送，没送你，哎呀，他们说变输赢你。对啊，那我就觉得这样他们都会落掉了呢。变输赢你，阿娘喂，你这派哦。嗯啊，你这派你，他们这派你。好，金门人讲电话会加蜜奶，啊，蜜奶就是干嘛的意思啊，有什么事的意思。哎，真的讲这怎么讲？因为他们有一种福州腔，福州腔那我也听不到，莫西听不懂。阿丽亚过来，啊，蜜奶，哎，蜜奶，怎么觉得怪怪的？哪里？你来点位央啊，来你讲。喂，无啦，蜜奶，蜜奶，蜜豆奶，给他省两千。台北人会说不要跟我讲台语，其实台语的话，我们真的听得懂啦，我相信多多少少会听得懂。对，可是如果真的讲快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 catch 到你们的意思。